行了，盖上吧啊！哎，业务部怎么还没来拿？不知道，我正催呢。舒兰对了吗？对，我是齐的。哎，你好。行了，师傅，暗地里送吧。好了，姐，我去里边洗把脸。啊，你去吧。哎，周一，啊，周一，给给给。啊，好。小心点啊！好嘞，慢点。快点。周一，慢点开。好嘞。小周啊，啊，来工会几年了？挺长时间了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不一样吧？不一样就对了。啊？这就是工会的生活。哎，最后一户，到了。哎，小周。哎，哥，这又是哪儿啊？这楼。哎，怎么样？形容不了。你应该认不出来。走，来，快。哎，是你们？哎，快进去。石小海吗？妈，妈，我是小海，我回来了。你瘦了。嗯，瘦了。妈去给你做炸酱面吃去啊。妈，去给你做去。妈妈，你听我说，您好好躺着，儿子给您做去，我好好孝敬孝敬您。对啊，妈，你就让小海去做吧。哎，妈，你躺着啊，哎，我很快啊，哎，哎，好，你待着吧，我做个饭啊。情况怎么样？越来越不记得事儿了。哎，蜈蚣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大概还得有个半年吧。行，有什么事你就联系工会啊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们了。嗨，麻烦啥呀？哎，下细面啊，好咽。哎哎，好。哎，我来吧，我来。哥。啊。这种情况都需要咱演吗？哎，偶尔吧。但这事儿不归咱工会管吧？一看你就没有好好看工会法。我问你啊，工会法里咱们的基本职责是什么？维护职工合法权益，竭诚服务职工群众。我再问你，为什么把服务提上来了啊？为啥？你还问我为啥？你没事好好看看，别老让我给你解释，多累呀。哥啊，你老笑啥？我说的对吗？假发，假发还没摘呢。臭小子，你不早提醒。哎，回来了！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咋样啊？还行吧，跑了好几个地儿。还行就行呗。你们先聊啊，我先走了，我媳妇在医院等我呢。哎，哥，啥时候生啊？预产期是中秋节，我准备给孩子起名叫十五。听着数学肯定好。嗯，行，你们聊，我走了啊。行。哎，王阳。啊。那个，咱们的联谊会。行，小周走了啊！哎，慢点啊，哥。小周啊，啊，还单着呢，一直单着呢。哟，忙那个线上职工之家呢。嗯，你点开这个。这个啊，怎么样？姐组织的联谊会，要不要来参加一下？这个有用吗？什么叫有用嘛？给你看看啊。去年在联谊会上认识的，人家今年准备结婚了。是吗？新房都买了，可恩爱了。这么厉害啊！哎，主席回来了。
你去忙吧。嗯，我去处理一下。行。哎，小小姐。嗯。咋了？哎呀，本来有几个员工打算回国，现在回不来了。主席为这事儿啊愁坏了。哎呀，看出来了。哎，对了，明天老员工退休欢送会，你俩可别忘了啊。那我得穿婚纱吧？那我得把学士服拿出来啊。主席啊！哎哎哎，开玩笑呢。还是这个好。但这事儿不会在工会管吧？一看就没有好好看工会吧。我问你啊，工会法里咱们的基本职责是什么？首先呢，是要感谢你这么多年对公司的贡献。这是给你的纪念册，还有礼物。谢谢公司，谢谢工会，谢谢李主席。刘老师，我们大家一起照个相，留个纪念吧。好，来来来，看这儿。三，嗯，二，一。哟，我有电话。哦，来，行行行，行，那我帮你拿着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喂。幸福城十二号楼三层，什么着火了？好多那个房子怎么能着火呢？警察同志，刘老师，老刘，刘老师，没事吧？刘老师，老刘，快快快，孩子，别打了，快去医院。这事情弄得够急的。没事，主席，你也别着急，潇潇他们很快就到了。哎，医生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情况基本稳定了，后面需要做个手术，需要家属来签个字。家属暂时还到不了，很急吗？越快越好。主席，我们来了。什么情况？那边是很严重，恐怕没有什么办法了。医生，我们能不进去看看？可以，但是要长话短说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刘老师，我们来看你了。李主席，没法跟我儿子交代呀，没法交代。刘老师，您先别难过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老刘，就放心吧，工会一定会帮你的。还有你儿子回国的事，我回公司跟他们商量一下。这个事情啊比较特殊。哎，二楼这个老人吧，参加了一个非法的理财投资，被骗光了所有的积蓄。老人一时想不开，点燃了煤气引发火灾。他呢被邻居救了，结果刘老师却……房子我们看过了，肯定是用不了了。公司那边怎么说？回得来吗？公司那边我联系了，但是现在确实是没有航班，但是他们会一直盯着这件事儿的。说实话，这事儿谁也没办法，我们呀也只能说是……如果所有人都说没办法，那职工的权益谁来维护？他们又该怎么办？哎，主席，潇潇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们不是说要把房子变出来，这个谁也做不到。但我们要做我们能做的，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人。行了，你们也都累了一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哎，我去公司一趟。好，主席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。哎，啊，下班时间。怎么想的？其实我觉得潇潇姐说的也没错，我们只能尽力，但有时候
我们控制不了。是的，你说的对。哎，小周啊，嗯，你来北方公司之前最想做什么呀？我呀，没什么想干，平常就是喜欢装备武器，坦克呀，装甲车呀，没事儿爱拼拼模型。哼，想当年啊，我和你一样，刚来的时候啊，说实话，我还真有点不舒服。但后来呢，我就问主席啊，我说咱们到底是做什么呀？他就告诉我一句话，我们不卖东西，不卖产品，我们只服务于人，我们只解决人的问题。我知道，服务嘛。是的，但是主席告诉我，人的问题是最复杂的。你看啊，咱们北方公司这么多人，都在为了国家的大战略往前冲，他们都在战斗，那他们的后方呢？谁来管？我们呗。我们是象征性的管吗？不行，要管不好，他们能放心的往前冲吗？所以啊，我们不但要管，还要用心去管，还要尽全力去管。哎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哪句啊？我们就是不穿军装的军人。对。哎，说实话啊，海外生活真的很辛苦。我有个同学啊，在国外待了三年，回来的时候牙掉了十几颗，怎么回事？风沙太大了，一天到晚都在工地待着，嘴里边除了沙子就是沙子。你说，我们如果不把他们的维权和后勤保障工作做好，你想过他们的处境吗？那得有多难呐！啊，我明白了，这件事儿我一定全力以赴。怎么样了？可以申请赔偿吗？喂，你好。对，这个房子问题。喂，姐，怎么了？啊？好，我马上过去啊。您得打这个针，不能打。不是刘老师，您别这样行不行？刘老师，哎呀，刘老师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您有什么问题跟我们讲，工会一定会想办法帮您解决的。这不是你们的错，是我的责任。我没看中房子。你说你儿子回来也不行。怎么了，刘老师？您别这样，事情正在推进了，咱们一步一步来。对呀、啊。我老伴儿走的时候，想看儿子结婚，说让我看中房子，等孩子结婚告诉他。现在房子没了，我没法交代了。所有的问题我都问清楚了，咱们所有材料也都准备齐了。您就放心吧。哎呀，不用管我了，不用管我了。老刘，你儿子要回来了。什么？老刘，我知道你是个负责任的人，你不能让你儿子回来看到你这个样子吧？对呀、啊，刘老师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。目前这个情况吧，哎，我看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事情。我们还要持续跟进，让刘老师放心。等他们两口子回来呢，我们再交接一下，你们看看怎么样？这还不是两口子呢，从去年说结婚拖到今年，结果又出这么档的事儿。目前他们的状态还好吧？哦，和心理医生联系过了，目前还可以，他们也比较理智。不过现在确实有个问题。你说。就是他们回来之后没有住的地方。但是这件事儿必须等他们回来办才行。哎，
我要是有房子就给他们住了，他们回来还要处理这些烂事，也真够糟心的。哎，周鑫，我现在不是住公司宿舍吗？您说咱们宿舍能不能给他们当新房用一下？哎，我觉得这个主意可行。哎，他们是几点的飞机？到这边是11点。主席，您觉得可行吗？那要提前确定一下人家的意愿。明白，我现在就去问。那我去给公司打电话。主席，李老师那边，你去问一下。得嘞。主席，那我先去置办点东西吧。辛苦你了，小周。不辛苦，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嘛。心里面有群众啊，比什么都强。明白，主席，那我先去了。去吧，置办的漂亮一点。明白。对不起啊，房子没了，只能住宿舍了。这有啥的，咱俩在国外住的不也都是宿舍吗？不好啊。等会儿我得先去趟医院。我陪你去。对不起啊，爸，回来晚了。不晚啊！你们为了祖国的建设，什么时候回来都不晚。那咱先吃饭吧。来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能看着他们团圆也算是最大的安慰了。是啊，小家建设好了才能建设大家。哎，咱们是不是也算间接为国家做贡献了？这哪是间接啊，这就是直接，人才是第一位的。哥说的对。对。哎，小周啊，你喂啊，我是别忘了啊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好，忘了。咋了哥？嫂子要生了。真的假的？这都过了8月15了，那孩子漂亮。你们别说了，我都烦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赶紧去医院啊！好吧。哎，谁说的？15的月亮16圆，上秤。听主席的。走。Yeah.
接受。